白帝城下雨翻盆，有冇同学想象到个情况啊？即系雨势好大，好似今朝咁，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桶添。可能有垃圾、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，造成水浸。咁点做好啊？未雨绸缪，平日保持渠道畅通，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-1110。只要大家都帮手，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。哎呀！